不要刷屏了，好吧？小驴能打野吗？不是啊。啤酒人，谢谢爱苏苏的新衣。水晶瓶，我现在我都不带药了。猥琐就猥琐吧，没关系。上白确实有点着急了，你知道吧？我一直杀不了他，有点烦。翠神，玩个翠神也二级抓上。我是真是服了，大哥，真的，我真是服你。一 A 再 A， 往前走 A， 吃药 A， 再 A， 再 A。哟，这闪的好慢啊！他，我现在不闪了呢。亮牌，喜欢亮牌。你也别走了，哎呀，差一点点，差一丢丢。刚这波要是买药，点那个药瓶的话，应该活了，我感觉。点药瓶，这个饼干能给我回点更多的血。虽然他打我们有点痛，不行了，耗不过了，药有点多呀，太能回了这血。来攻速吧，就我上波薛飞有点亏，他有传送，我把他换了，他能传回来。把他这些鱿鱼丝儿先给他揪了，亏了这波。
等他先把 Q 放了再吧。EAW 点两下一个 Q。这也拼不过呀，他这药太多了。哎呦，他升了，升的快呀，跟这英雄打的练走位呢。又菜又爱玩，又菜又亮牌。就这还有七级牌呢，不太行。来个耀光，这么的吧，我打你，我连重伤我都不出，行不行？我先重重伤我都不出，我要你件装备。其实这一波应该出一个重伤，加上一个红宝石，会稳一点啊，稍微稳一点。这波他有闪现。刀啊，你不挺狠的吗？不好意思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还不行吗？对不起还不行吗？对不起总行了吧？对不起，我这怎么办啊？这哎，羞辱一波，哎呦我操，好疼啊，不行，回家吧。回家了。他一没放我就赶上，我寻这波他没大呢，他大招吸地应该挺长的，上波他放了，这波他应该没有，我寻我试试能不能我大招好了，他大招没好打他一波。他大好了，那没办法，下边再打吧。而且我失误了，我第二个 Q 没放出来。打这英雄线上本来就打近战就好打，没有几个近战能打得赢，那单挑基本上是无敌，只要能瞪着我们伤害还不够，不是那么很好打呀。来拉啤酒人，
酒人在哪儿？请问啤酒人去哪里了？啤酒人，啤酒人刚才咋没来呢？刚才跟谁打架去了？啊，把翠神杀了。你是不是皮痒了呀？你老装什么玩意儿了？你不好好玩游戏，老在那装逼，这都零杠三了，还装装个屁！他是不是有传送呢？拜拜。这英雄连杠八都能玩，连杠一百也能玩，那队友厉害就能赢呗。团队游戏又不是单人游戏，你要正常对局，哪个英雄零杠一了他都玩不了。只要有一点优势，都是玩不了的。插个针眼，继续拆。斯尼塔皮，走呗。厕所死的，来人！来人！皎月来了，快走位！零杠四了，下牌。快亮！你的手速呢？支棱起来呀！亮啊！亮啊！你怎么不亮了呢？你发型呢？回家，我看出个什么装备能单挑，肯定能打过他。护甲鞋、死刑宣告，我这得出，这不出不行。这玩意儿那回血可猛了，死亡之舞、死刑加死舞，可以。哎呀，拉倒。不跟他一般见识，小学生在那儿装个屁呀！你知道有什么好装的？不好好玩你自己的，老在那儿装。
给他屏蔽了，我也累了。这厄洛伊能超过十岁，我都不叫蓝莲汉。来干嘛了？俺俩可以在这儿蹲一手。漂亮啤酒人，你要杀我？哎呀，寒冰，寒冰来了，给我下当了。寒冰是辅助吧？哎呀，寒冰辅助。哎呦我，一个闪现躲俩技能，可以兄弟。禁言对方，然后亮牌，我是习惯了，他把我传染了，你知道吧？我本来没这习惯的，我只有想让对面上头的时候，想让对面追我，来以此激发他的怒气的时候，我才会给他点个赞。要不然这人不一定追我，这属于我的战术。他在那纯属他就是在那装杯，他就一直在那亮亮亮亮亮，亮个什么玩意儿呢？161，这里没有眼儿，翠神，这翠神151，我找一找这进上哪去了啊？直接从后边掏他屁股，先把进打死，在这等啊，在这等。我急上，看看队友到底上不上。队友不上，我们不上。把他眼儿给他排了，溜了，不上了。这大招吸地是真慢，我应该是我们家大招吸地最慢的一个吧，我觉得。真的，这吸地太慢了。我都30吸地了，我的大招还是80秒一个，80.77秒，吸地太慢，这里头放东西就能不死了，兄弟，那是没用的。正好我们死亡之舞的钱够了。把他的雷给他拆掉，回家。哎，笨逼，
盔甲，出死亡之舞。他没有突进技能，不用害怕。我必须得气气他，我把他的臭毛病给他改掉。啥那老装备？触手怎么没了呢？我有喷尿都没尿。厕所我都没上，快点打吧！我要上厕所，兄弟。这酒桶大招，我以为空了呢，没空啊。哎，右边有小菊，先把小菊杀了，漂亮。这寒冰有点狂妄啊，这寒冰。哎呀，上当了，上厕所，兄弟们。Rampage. An ally has been slain. Double kill. 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Hey, 我的妈呀！从我去的时间，你就能分析出来。有多少？哎呀，我喝了半桶水，没上厕所。就剩个下路了。新英雄可以变完身卖对面的装备，不可以，好像不可以卖自己的装备都卖不了呢，还能卖别人的、啊、不让卖。我看视频了，不能卖。我把他的这个表情给他打开，从他亮牌的这个频率来讲，我们就能看出来他到底有多生气。
没让我动居然。哎呀，差点就上当了，兄弟们，你们玩一会儿，我吸点血。哎，为什么我带吸血的呀？我有吸血吗？我有2.5%的吸血就能吸这么多了？你给我死死！同归于尽。